我们不拼什么补习班啊、培训班啊，只要孩子们开心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去大自然里去玩，去图书馆去学，去博物馆去看嘛。只要我们自己不卷，就没有什么能卷得了我们。我啊，支持生三胎。两个人的孩子，当然两个人一起带。结婚时就说好永远在一起，白天换尿布，晚上辅导作业，半夜喂奶，每一步我们都一起分担。我支持生三胎。我和老婆都不年轻了，但真的架不住喜欢孩子。我们准备做一次全面的体检，另外晨跑锻炼，营养调整。只有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得最好，才能把孩子生好带好。我支持生三胎。孩子如果感觉到了被区别对待的话，那一定是父母的问题。我会跟他们沟通啊，然后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他们，爸爸妈妈对你们的爱不是变得更少了，而是变得更多了，因为变成三份了嘛。反正我的话，我支持生三胎。嗯，老婆对事业有自己的想法，一直希望转型，三胎正好有了这个机会。我们存了一笔钱，希望用于学习，跟很多的创业朋友聊了很多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我支持生三胎。我虽然已经50多了，但还没有到躺平的年纪。我准备明年跳出国企，去外面闯闯，努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条件。我支持生三胎。买不起大房子呀，就改造好小房子，客厅餐厅一打通，就有了儿童的活动区，再把书房改成卧室，又多了一间房。我支持生三胎。我呢也算是打拼了半辈子，现在呢是时候回归家庭了。这些工作啊、应酬啊，能免则免，多抽点时间回家陪陪孩子，尽量弥补他们。我支持生三胎。